从这里有一条小道上山，然后这个边上还有一个小水沟的水流。哎，这个老人家在这里洗衣服，也在洗衣服啊？怎么样？啊，这里可以上去噻？上去了几条？上观音山是不是在这里啊？啊，哦，上去耍哈。这是上观音山是啥？好远哦，有好远啊？这个月怕走个小时，是不是？走一个小时？是吧？那有人在个上面住不了还？只有个老者在这头。这条小路是一直可以走到上面的是吧？啊，哦，好的好的，啊，等我上去。麻烦你我上去看哈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谢谢。嗯。刚刚我们在下边这个小溪边呢，碰到一个大娘在那儿洗衣服啊。我们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她说从这儿走上去呢，要走一个小时差不多。上边的小地名叫上观音山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位老人家住在这个山上啊。我们现在上去探访一下，大家可以看看啊，都是在林子里面走这样的羊肠小道上山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路走的人非常少。终于到这里了，我就问你们害不害怕？大老远的就听到狗叫声，太爽了这个地方。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，看到没有？大山之中就这一户住在这里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呢？哇！大家看看这个，这个是牛圈上，牛圈上盖的还是那种沙树皮，这种挺少见了吧？看看啊，那主人家在哪里去了？主人家。有人没到？看看，耶，老牛，吃饭没到？哦，我在山下走一上来了，山下走一上来了。那耳朵不能听得到。耳朵不能好。哦。哦，我从山底下走一上来的。哦，你这个又在你家？搞不来呀！我来这耍，哦，五对耍五对，我说我看到狗都来了，我哪会没人呢？我都经常，哦，哦，在种菜哈，我种菜，我坐在桌子里，要得要得要得，走上来都走好久哦。哦，你是哪队的？真有嘞，真有嘞，哈哈，跳绳。哦，那这个，这个，有玩家啊。哎，有玩有玩。你说狗官啊，是有个人了，我又没进屋。我在外面转一下，我没看到有人呢，我以为你出来去了，那还在睡瞌睡那些。他那个。我说我儿子上啊，打羊汤，打羊汤，哦，就是你家儿子来了，我叫家里住这些个，我家住就是你家人，现在就是你一个人，小的就是在外面哈，我小的就在街上，哦，全部都街上叫，
我看你都在喂牛牛啊，意思不？没有喂牛，我要养马，只是就是他说是我养马牛。哦，喂的有马。我养。啊，好，累驮东西这些哈。哦，驮些东西啊，驮，一起驮肥料啊，驮这些。哦，你在给他们煮起饭，等他们来吃。我给他们，打扮一下他们的。哦，哎，在上面还要得空气好。空气都好，就是路不通，上路通上这些老虎啊，这些老鸟，他们有好多都在，上烟火他们都在向我。啊，天晴的时候就有人上来哈。空气好。兄弟，个人啊？我一个人呢，我还底下来爬，底下来爬起上来的，你从搞车来的？开车停在底下的，停在马路上的。然后就在周一上来耍，你还砍了那么多柴，我下去车都不去砍了，都把些垃圾烧了。你让砍柴倒不抽哦，说吧，烧你不是哈？传下的山都是我家的。哦。你养山，你养山羚啊？我不少哦。我山羚可能还有我7多亩嘛。你一家都有1000亩吗？土地啊？土地有100多来万吗？土地有1200亩，山羚有1000亩吗？不得了！这住在山里面也是有好处哈，山羚多。家现在只至于最后至于。十几年都不行了，以前都还行。以前我光是我都在屋头卖出租，现在是不是不准卖了？卖完了不准卖，那卖家哪个来卖叔叔了？那叔叔不值钱了，现在山里不值钱了。那些小房子他不要的，这个不要了。都用砖了。他只是去要的这个桥子去搞桥子盖瓦，这是搞瓦的，其他的棚这些他。都不要走了，都不去买。和大叔聊了一会儿天，因为他的儿子儿媳要上山嘛，他忙着做饭。当然了，我也顺理成章的在这儿等着蹭饭吃。不得不说，以前住在深山确实是挺辛苦的，但是听大叔一说，他们家有1000多亩的山林啊，200多亩的土地，瞬间觉得以前的辛苦是值得的呀。现在。这么大的森林面积，算是大地主了。每年卖木材都要卖不少钱。你能想象一下，如果有条公路上山的话，怎么说也是身价上千万吧？我在房屋四处转了一转，没有一会儿呢，大叔的儿子儿媳就回来了。我也跟他们一起到山上看他们采杨桃。我在想啊，这么好的资源。留在山上或许比外面更好，但是呢，这只是理想化的一个想法。孩子要上学，工作呢也都在城里，或许有这样的念头，也都不可能去尝试了。就像有些农村出来的朋友开玩笑说，以前努力的拼搏就是想进城过更好的生活，刚一进城没多久呢，你们又说农村才是好地方。有时候想想啊，还真是这样。采了杨桃回来，和他们一家子呢一起吃了顿饭，家长里短的聊了老半天。当然聊的都是一些地方的风俗人情啊、人情世故这些事儿。然后呢，告别了大叔，大叔的儿子儿媳呢也要下山回城了。要得要得要得。等我们都离开后，大叔又是一个人留在大山上。短暂的热闹之后呢，山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住在城里的人呢，可能很难想象一个人住在深山老林，但对于大叔来说，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。而且这样的人家呢，在我们农村到处都是啊。如果你在这样的地方待，你能待得住多久呢？